就我觉得我们这辈子都会在一起，大家知道吗？最开始是他追的我，但后面是我追的他，就是最开始是他爱我比较多，然后后面我爱他比较多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发展过程，就是两三年以后，就是我们都互相都很爱对方。关于结婚，我们以后要结婚，我们以后要结婚。对，就其实我们如果是男女朋友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的孩子都好几个了，就早就想跟他结婚了。就我都把赖亚欣当作我的小孩在养，如果再养个小孩，我不知道后面就越来越爱他了。我真的好爱我老婆呀，我老婆也可爱我，我也可爱你们。我老婆给我打电话。